长希望你们健康快乐，还有我们未来要迎接的会考。是真的，一大早宿舍教育厅的椰蛋树下堆满了礼物。我昨天真的是一个一个把圣诞礼物弄好，我还要等陈玉龙回去睡觉。哦哟，所以我用到六点。生日快乐！然后金榜题名。为了迎接升高中的会考，国三学生牺牲假日全力冲刺，没想到还有神秘的祝福。圣诞老公公记得。谁是圣诞老公公？家人，还有社妈。社妈把我们挖起来，给我们礼物一个一个发。谢谢你的圣诞礼物。啊，又多一岁了。祝你天天平安，然后照顾好自己。那我等一下回去拆礼物。爱你，拜拜。很惊喜，就是一大早起床，然后就有那么多的礼物。在国三已经快要会考这个时间，还可以收到这样子的祝福，我都收到了，所以很谢谢有你们，带着你们祝福，一直努力下去。谢谢家长。爱的礼物支持同学们更有信心迎接人生第一个大考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坑木花莲报道。花莲池上。